要当机了。啊，不会北就来啦。背后一高，让我无从下手。那个味道有点重，是吗？真的是背后一高，真的是香。还有蛋，不要吃了，还有蛋，不要吃了。阿珍，阿珍喜欢生吃这种。因为我我宁愿不吃，我不想弄它。不应该啊，阿珍。我说不应该啊。那小孩子你都换得了，是不是？小孩子拉马拉。你想吃吗？意思是？不是啊，你想吃你就说。哪个腰是吗？不是，鸡有腰吗？蛋。我、哦、是母鸡，怎么会有腰呢？哦，蛋奶。不要了。蛋奶。结石，结石。蛋袋是蛋袋里面的，这是也不像蛋呢、啊。结石呢？我说不定那个是宝贝，我跟你说。没。我不要。他们说生吃比较有雅了嘞。人家做啤酒鸭，我做啤酒鸡哦，是吗？这个鸡太老了，我得压一下，多一点热汤，大热天的五花汤，嗯，很凉爽的热汤。这个是阿珍的出品，嗯，看着就好吃。什么时候都学的？老实说。对，是你教的好。嗯，好香啊！又举一个礼包。这买的好香。
取的时间到了，就早上从酒店就行。哇，吃完了。盖起来，关火上盖。